主料，鱿鱼、彩椒、圆葱，辅料，葱、姜、蒜、韩式辣酱、料酒、十三香、盐、酱油、热水、香菜、辣椒面。将鱿鱼洗净剥皮，鱿鱼切花，辣椒圆葱切丝，葱姜蒜切末，韩式辣酱一小勺，加适量酱油、料酒、盐、十三香，加点热水，再放一点土豆淀粉调汁，鱿鱼先炒成卷，盛出备用，葱姜蒜爆香，然后加入事先切好的圆葱辣椒，翻炒一会，加入事先炒好的鱿鱼，加挑好的调料汁，翻炒好收汁，放点香菜，咸不辣的话放点辣椒面完事。烹饪技巧，清理鱿鱼的时候，先用刀轻轻在鱿鱼背上刮几刀，然后拿开水烫，这样轻轻松松就洗白白了，很简单，带味道一级棒的菜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